肚子饿吗？饿。真的吗？那我说的话不要太多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阿诺要来就是担任我们今天的一日店长的工作。对。那我们就是大家很期待吗？期待。期待吗？期待。有哪一桌希望我先服务的？你们肚子很饿。我今天就是希望可以把牛角的精神就传递给大家，因为牛角其实是一个以感动来去创造的一个烧肉店。然后我希望今天大家吃饱饱的时候都可以微笑的出去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不只是我会为大家服务，我在现场我等等还会跟大家玩游戏，会送很多礼物给你们，好像有那个 10% off 的折价券，想不想要？想。哦，我也很想要，因为我本人很喜欢吃烧肉，所以等等啊，如果你们大家觉得我的服务很 OK 的话，记得赏我一片牛舌，你们说好不好？